小十一岁男友否认求婚当小爸。哦，小琪姐姐现在吗？最近很红，陆言琪小姐姐。嘿娜，这位就是被爆出与陆元琪牵手帮忙接送小孩与小琪姐恋爱 ING 的小男友 Max 吕元忠。据《金周刊》报道，从事电商业的他已向小琪姐开口求婚了。不过本人却是这么说：我没有。是的，新闻曝光后，吕元忠向苹果透露，他感到无奈、无力、混乱。他再三强调，没有求婚，也没有接送小孩，我真的不舒服。但 Max 啊，你俩既然是男女朋友的话，干嘛反应要这么大？这吕元忠就解释了，自己一直很认真在工作上，如果被误会上班时间去接小孩，公司伙伴及投资人可能会有误解他不认真，甚至在电商事业上会被怀疑偏袒自己女友。另外，跟陆元琪的新闻出来后，他今天至少接到100个朋友来说恭喜恭喜恭喜，除了回谢谢，也不知道要回什么，叹气说我不想跟任何一任女友一起工作，我对我工作很认真，而且赌上名声，让相信我投资我的人很放心。热动新闻报道。